三联模式就是我们中间有加一个长板，那长板的离格跟椅子我们是做一样的。那我先示范一下三人的空间。那你看我躺下来之后，旁边两边空间都还蛮大的，所以这边睡三个人是没有问题的。是我们的四人模式，最新的模式。那我现在示范怎么上去，床拉好之后，我们就踩这个上去坐。那这个载重都没问题的。躺着之后，空间都很大，脚伸脚都 OK， 都不会影响。那平面的话，看可以这样子，都没问题的。躺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手机远端操控，把灯关掉，就可以睡觉了。这半夜或白天上铺的人要起来的话，我们一样可以用手机直接打开小夜灯或前灯起来。起来之后，我们就直接踩这，就可以去厕所，那不会影响下方的人。那现在床板拉出来之后，这里是我们要设计给车主的小朋友睡的。那大人睡的话也可以，我先示范一次。大人睡的话，空间也够，伸脚也都没问题，往这也都没问题，都不会影响。那我们起床之后也都不受影响，直接可以很方便的就可以直接走出来。现在介绍我们的厨房。那我们这次厨房设计的比较不一样，原因是因为客人想要多睡一个人，那所以我们这个台面就做的比较大。台面做比较大有个好处，是因为客人要用卡斯瓦15，那卡斯瓦假设卡斯瓦15发射，那这边也有很蛮大的一个备料区。卫浴的话，车主选择行动马桶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浴室里面空间大一点，所以选择行动马桶。那行动马桶的话，我们也有帮他这边设置收纳处，如果他没有用到的话，可以放到柜子里面。后面的部分就可以放他的行李或者是他的露营用品，空间可以灵活运用。这行动马桶，清水是10公升，污水
12公升。行动马桶使用方式，那这个是行动马桶的清水加水口，水可以从这边加进去。那这个是阀门，上厕所的时候这阀门要打开，打开之后上完就可以这样冲水。冲完水之后，等它流干，这阀门记得要再推回去。清洁锭怎么使用？那清洁锭就是打开之后，它会像这样。那我们清水箱打开，这清洁锭直接丢进去，可以丢到清水箱，也可以丢到污水箱，看个人怎么使用。那马桶及清洁锭的详细规格都会在我虾皮卖场，可至我虾皮卖场购买。这是露营车必备的小拖把。但露营车都有浴室，浴室洗完澡都会湿湿的，那你还要再用抹布擦，太慢了。现在用这只小拖把，直接这样子擦拭很快。那如果想要的话，可至我虾皮卖场购买。